你喜欢跳舞吗？ 喜欢。那为什么喜欢？因为有大家都陪着我，所以我就喜欢跳舞。 跳舞也是一种锻炼嘛，把自己的身体了、体质了、体能了都在加强。我们后期的把营养都给他补上，所以说他现在体质，别看他瘦弱，体质特别的好，从来经常就不感冒。